今天元旦的当中是整年的头一天，我们代表讲是迎接全新的开始，来看今天出世的元旦宝宝。在一年第一天出世的这个囡仔，口腔吃大声，脸圆圆，吃果子。我就刚好跟玉展期差不多时间，想说新年新希望，就健康快乐长大就好。进去产房可以真的了解到妈妈的辛苦，可以参与到小孩诞生出来那一刻，真的蛮值得纪念的。老婆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杨小姐第二胎是破百生，因人第一遍入去产房陪伊参加整个生产的过程，也让伊真感谢牵手辛苦的付出。对囡仔的祝福，只要会当平安健康，就是父母上大的希望。不过台湾最近这几年，新生儿的出生率一直降。2016年也过20万人，严格自从2017年开始，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率都一直向下，到2020年11月底，只个呐14700多人。新生儿的出生率一直降，也反映出生育率降低情形。那去年2020年，那个我们台湾的生产率应该会是非常非常低，因为去年年中统计的时候，它的生产率还没有到8万，就是还比我们2019年还要低，所以应该是连续3年都是狂掉。要想办法看怎么鼓励，就是夫妻就是怀孕生孩子。在2021年第一天，台湾病院再去迎接两位元旦的阿姨啊，一共一个人等了要生。因为国泰病体系早起有6位阿婴出世，还有5个人等了要生。严格在去年全年全世界受疫情的影响，民众较无出门，对民众来讲，是毋是会提升生囡仔意愿？还有说落来，新生儿的出生率，大家拢正伫咧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